我骂他的部分，我在这里还是要跟他说一个对不起啦，哎呀，因为乡下人你也知道没读什么书，哦，如果他如果感到说真的很难过还是怎样来，我还是可以跟他道歉。哦，要跟你说，工资100啊，要收啊，你不会装，我会装，我跟你收100，你问我这个也要收，要不然这样啦，不要装了，我拆起来，啊，你骑走，这样好不好？哈。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可以吗？哈！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真的是怎样？来来，我不收你这个100，我觉得你心不甘情不愿，我拆下来，你骑走。你认为我看起来像你们学校的工友吗？你觉得像不像？对啊，我是机车行哎，你。啊，以后你要记住，不管你去哪里，哪间车行。这个社会上已经很乱了啊，大家要互相尊重。然后后面他也跟我说了，他说他很对不起啦，然后他谢谢我跟他上了一课啦。我觉得就大家没什么，就互相尊重而已啦。啊，对不对？他也跟我说谢谢，然后他就骑走了。